里面的东西他们都分开买的。哎呦，很适合这个。打开就是这样。Hello L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郭馨淳。 What's in my bag？大家一起跟我来开箱我的大包包吧，因为我刚从日本回来，然后刚出关，所以现在背的是代表队的包包。对，那其实平常是不是背这个包包的？对，那是有点重啊。这个是我在出发奥运的时候，就是空姐送我的，她送一袋啦，然后我就翻了几个，然后就刚好这两个就非常适合我当时的一个心情，就是告诉我要不要害怕，然后要相信自己。口罩是一定的，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，随身携带酒精。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化妆包，专业的，妆线都是一定要的，对，粉底。这我两个会加在一起，遮黑眼圈，有人知道黑眼圈比较重，眉毛两种颜色任君挑选，蜜粉，然后再来是腮红，哎，少一个眼影，然后最后就是口红啦，对不对？口红也是任君挑选，有时候看心情就会想说要擦哪一个。对，因为我们教练都说，就是你站上那个舞台，你就是不只是代表自己，要代表国家，所以你就要把自己漂漂亮亮的。对，所以他就很允许我去可能做一些水晶指甲，然后戴一些耳环。对，里面的东西他们都分开买的。他们都分开，所以没有算过。我们都要喝水，保持喝水，好不好？然后再就是外出呢，太阳也很大，就要戴太阳眼镜，刚好很适合我现在的发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很适合这个。来来，这样子介绍。然后再就是钱包，你钱包一定会带吧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带的。行动电源，有一个小包包，就是装一些比较女生私密的。对，最后一个最重，里面最重，好吧？我的奥运奖牌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有质感，对。然后是那种会吸。哎，戴眼镜，戴眼镜哦，太亮了。打开就是这样。对，非常的漂亮。就后面就是这次的那个 logo， 对。然后它的底下这边呢，就会有那个项目的英文跟你的量级，对。所以就大家也不会搞混，说这是谁的金牌这样。就很贴心。我一开始要准备就是要自己挂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是那一刻其实非常的激动，因为以往都是有班长的人挂，然后这次是自己拿，然后自己挂，就是觉得非常的激动，对，发抖。就是希望下一次下一届是拿四块，下一届的奥运是它是这一块，然后可以分成四等份。对，以下呢就是我包包里面的内容物，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也可以再问我啦。对，然后下次见咯，拜拜。大概就差不多了。可以看你的眼睛了吗？哦，好抱歉，抱歉，我今天这里。